全国人大的决定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法律都不取代香港基本法23条的规定的这个要求特区特别行政区要自行立法的。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层面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，可能也不限于23条立法，也不限于刚才提到那去年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一个案例啊，那么依据的呢就是现行，就是现行的它的社团条例，还有刚才提到这个刑事罪责条例啊，它还有一些官方机密条，现行的香港本地法律中呢还有一些法律也跟国家安全有关，所以从特区层面完善这个法律制度啊，当然包括尽早制定基本法23条要求的这个立法，也包括呢其他方面。东望上你睇新增咗赞分任务，每日签到同埋阅读指定新闻，快啲下载东望 app， 一边睇新闻一边赚到更多 OM.CC coin， 换取丰富奖赏。